乐福。哎妈的，好劲爆啊！原配街头暴打小三，人夫细心户 KTV 红牌。你还会心疼他？网络流传视频可见，被指是小三的女子，样貌甜美，身材姣好，遭两名女子当街拉扯推撞。被指出轨的男子用手搂着被殴的少女，尽力保护对方。女子一直用力扯着小三头发不放。原配打小三视频热传，小三被起底，在当地夜场金沙会任职，名叫扶摇。上班不久，急货片中的男方看中包养。你还会心疼他？